冻死在这雪里了，这边暖和多了。听闻这山中有片瓜田，那佛祖数百年前种下，吃上一口，益寿延年。只是这天寒地冻的。 我用无英雄这般法力傍身，找寻起来，时时艰难。哎，此前有人瞧见一个胖头娃娃抱着西瓜跳下山崖，那人跑到崖边探看，没一点人影，料想那娃定是摔死了，却听得崖下传来孩子的笑声一阵又一阵，吓得那人屁滚尿流的逃了。 我猜疑这其中定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莫非瓜田在那崖下？哈，英雄不必在此守护，小生稍作片刻，待身体回暖，便自行离去。我猜疑这其中定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莫非瓜田在那崖下？哈。 三番两次是你，竟都是不分好歹的愚善。哼哼，大哥也有看走眼的时候，小小伎俩便能轻松骗来，你根本做不成天命人，还是早登极乐吧。
要交代的事情一了，来日再会。果然有慧根，放松些，这里可没有假道场的絮絮叨叨、打打杀杀。好瓜熟了，尝尝。可别瞧不上这瓜，当年孙悟空就是用它炸了我那小童。进前来。既然寻到这里，有一样他俩都不会的本事，我可传授于你。手，镜字法，不杀敌，只克己，妙用何在？你自会明白。有位孙悟空的故人来找过我，说想清静清静，我便送他去了浮屠塔，你可曾拜会？偷说你是天命人，可这命若游了天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Thank you.